推荐的内卷之王终于被我找着了。就他这个价格，我真的哭死。这杯生椰拿铁才7.99元，而且全国门店都通用。众所周知，他就是咖啡界的香奈儿。听说这卡卡西里的生椰拿铁已经破百万杯了。他尝起来那个椰香和拿铁的比例就刚刚好，又是不甜腻的那种口感。同样的品质下，那当然是价格为王，谁家便宜咱就买哪家。清幽果咖属于网红爆款了，我好喜欢就颜色变化的那瞬间，你看颜色就知道它是那种很清爽的果咖，可以把它想象成清幽气泡美式。柚子的酸甜和咖啡的苦涩竟然可以在你舌尖和谐的共舞，就可以 get 平时气泡水的大爆快乐。冰美式也是8.88，咖啡界实在是太抓麻了，他们在进行价格战的极限拉扯，喝下它提升代谢so easy。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减脂了。最后是很适合冬天喝的这个轻乳拿铁，买两杯热饮还送圣诞风格的小饼干，店里的装潢也都弄得圣诞氛围满满，特别适合下午茶拍照打卡。奶奶的香香的，很柔和的口感，暖心暖手更暖胃的感觉。这个冬天啊，你就别抱男友了，你抱他就好了。